本田车，本田车待会会通过这个路段上面最大最弯的弯道，待会大弯道各位比较能清楚看到车头和车尾。那如果您对火车有兴趣啊，想要在火车上拍火车的，待会大弯道是不错的地方，在右边呢、啊，弯道是往右弯。哦，已经到了哦，已经到了，还特别注意安全，记得开车的。